心机鬼来了，好心帮忙被捅刀。他说我经纪人真的是很懒散，如果你有好的 case， 你就直接告诉我。我就说那没问题啊，我帮你找啊。然后呢，他的经纪人直接就打电话来说，怎么样？你挑拨离间呐？你跟我的艺人说什么？哇，他挖洞给你跳了。看完《华金岁月》之后，请继续收看《真心吴亚博》。本节目由娘家明仕宝冠名赞助播出。